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畅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我是 Della， 今日会继续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和最新的发现，等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Hello， 袁医生你好。Hi， Della 好，大家好。麻烦你今日又同我哋再分享一系列儿童成长嘅时候咧，常遇到一啲嘅毛病咧，我哋点样可以用同类疗法咧帮手去处理呢个问题咧？咁，不如今日讲下咧，就系咧，小朋友赖尿啦、尿床嗰个问题啦。咁通常咧，去到即系一两岁咧，咁就啲小朋友开始就系戒片啦。咁但系咧，我哋经常亦都有时听闻到有啲家长咧就好。懊恼咁就话哇个小朋友啦，都可能去到成五六岁啊，都仲有夜晚黑有赖尿嗰个情况啊，咁样咁相信你喺30年嘅临床经验上面咧，都遇到好多呢啲问题噶啦。咁所以咧，就不如你同我哋解释一下，或者系点样帮到下呢啲嘅家长啦。系啦，咁呢个问题咧，即系好多家庭都会遇到嘅。咁当然咧系即系好唔方便啊，因为咧始终细蚊仔屙。塞到咧，有阵时咧，成个床褥咧都深同埋，咁有阵时又即系又洗唔系咁容易洗吓，咁所以就即系都几愁绪嘅。咁但系喺同类疗法好彩吓，我都有啲疗剂咧喺呢方面咧都可以有好好嘅效果嘅。好啦，咁第一个同大家介绍嘅疗剂咧，我哋叫做拉丁文叫 corsicum 吓 ，corsicum 啊，咁系中文我哋翻译做嗰个柯性甲啊 ，corsicum 柯性甲。通常呢种小朋友嘅赖尿呢，係嗰个分即係入睡冇几耐，我哋叫做初睡嗰时候呢，就去屙。佢屙咗呢就完全唔知道嘅。即係呢种嘅屙性勒甲呢个尿剂呢，嗰个人漏尿呢就係失控得嚟呢，佢係完全唔知道自己落赖尿嘅。咁喺呢个可以话即係喺即係瞓咗冇几耐出现嘅，可以用呢个尿剂试下。好啦，另外一隻呢就是 Maritina， 是嗰个驱虫子。咁驱虫子呢就一般呢我嚟导虫嘅。咁用系适应嗰啲小蚊仔呢就比较肥肥大大啦，磨牙嘅。因为磨牙呢系一个生虫嘅症状。咁有时候呢就会出现呢系夜晚黑呢都赖尿嘅。好啦。另外一隻就是 China officinalis 啦，就系嗰个金鸡纳啦。咁通常嗰啲小蚊仔比较虚弱啦，比较胆细啦，咁就通常咧就会喺佢哋个出牙嘅时候咧，系特别怕敏感吓，呢、这个就金鸡纳嘅。哦，另外一只咧就叫 Sepivirin 啦 ，Sepivirin 系黄素兴。咁通常咧呢、这个尿咧系嚟得嗰阵时候咧，就系、是、好大量啊，好清、好亮、好大量，尤其是咧就比较上咧系冻一冻吓，可能受寒之下咧。咁突然之间就失控屙尿嘅，咁呢个通常咧我就会喺先试嗰个corsicum 啦，嗰个屙性甲啦，用咗之后唔得咧就可以试呢个酒丝棉嘅。另外一只咧就 creosotum 杂粪油啊，咁通常咧都系咧就系、是、一入睡冇几耐咧就开始尿量多到咧系嚟唔切嘅啊，即系佢知道咧，咁但系咧佢已经醒咗噶啦，就跳咗张床。都嚟唔切啲屙咗啦，咁同嗰个corsicum 咧屙性甲有少唔同，屙性甲根本都唔知嘅，全屙咗之后佢都唔知自己屙咗嘅。OK， 好啦，咁跟住另外一只就系石墨啦，石墨嘅人咧，通常咧都系啲小朋友咧，就系、是、有好多皮肤嘅问题啊，同埋嗰啲尿咧系特别酸酸臭臭啊，嗰种型嘅吓，即系比较粗粗嘅，细蚊仔本身嘅人咧唔系幼幼靓靓嗰啲。皮肤滑滑，系比较粗粗造造嘅体型嘅小朋友嚟嘅。好啦，跟住就石虫啦。咁石虫咧，好多时候咧系中意去引尿啊。咁尿咧就嚟得慢嘅。咁就咧系因为引尿咧，引到唔舒服咧，咁佢就可能小便嗰时候咧就有会有痛嘅感觉啊。呢个石虫嘅。
咁石常嘅细蚊仔都系比较身个身形咧都系上身瘦啊，下体比较肥少少嘅啊。好啦，另外一只咧就 Viola tricolor 系三色堇，系英文叫 pansy。咁三色堇嘅通常嘅个料咧系嚟得好多嘅，尤其是喺一路发紧梦嗰时候咧，佢就自己一路喺度发梦屙紧，佢真系喺度屙屙嘅。咁同埋有好特别嘅时候嘅情况咧，嗰啲料咧好似猫尿嘅，即系好鸭味啊。咁呢个就 Viola tricolor 啊，细蚊仔发梦自己度屙尿，真系屙尿啦。好啦，另外一只咧就系 benzoic acid 啊 ，acetum benzoicum 系嗰个苯甲酸。咁通常咧呢、这个重心咧。嗰啲尿咧系即系嗰个色重啊，好浓色，同埋呢个尿咧好似马尿，好鸭好臭啊。咁同埋咧嗰个尿嗰个颜色咧可能不断咁变啊。咁遇到呢啲咁嘅好鸭好臭马尿嘅尿咧，就谂呢个尿剂系苯甲酸啊 ，benzoic acid。好啦，跟住就硫磺呢个尿剂啦。咁通常咧硫磺细蚊仔咧比较污糟糟、邋邋遢遢啦，不修边幅啊，中意食甜嘢啊咁样样。个懒懒惰惰啊，肥肥胖胖，咁呢个时候咧，啲细蚊仔平时咧就系污糟糟，唔中意冲凉嘅，咁你见到呢型嘅细蚊仔濑尿咧，谂咧可能系硫磺怕热嘅。好啦，咁最后咧就系 calcarea carbonicum， 系个碳酸钙，即系个咁嘅细蚊仔嘅，肥肥白白嘅细蚊仔，肚腩大大咁样嘅，咁啲通常咧啲尿咧就比较深色啊，同埋咧钙型嘅小朋友咧就系。比较上咧就容易出汗嘅吓，咁所以有阵时候咧，我哋都系即系根据个细蚊仔嘅本身嘅体型啊个体质就判断呢个尿剂吓，因为尿嗰方面咧就即系当然有阵时候见到尿特别有鸭味啊，马尿味啊，或者猫尿味啊，咁呢个容易揾到啦吓，咁但系好多时候咧，你都系即系都系尿就尿咯，咁你就要睇个身体嘅体型，平时嗰个症状嚟判断边个尿剂俾佢。嗯，好啊，唔该晒袁医生嘅分享。系啊，咁呢个咧就好似但系都要一个过程嚟嘅。咁但系咧，有时咧真系遇到啲小朋友咧，去到大嘅时候咧，都仲系未戒到啊，夜晚黑咁样都系出现咗呢个尿床嘅问题咧，都几困扰下嘅。尤其是咧，如果就系冬天嘅时候咧，哇，湿滴滴咁样样咧，噏咗成晚咧，有可能会引起其他嘅毛病啊。咁所以咧，如果咧有呢、这个遇到呢啲问题嘅时候，而家中又常备咗啲尿剂喺度咧，咁就可以即时都解决到呢啲嘅情况咧，咁就可以咧系等佢哋健健康康咁快乐嘅成长啦。咁所以家中一定要常备有嘅尿剂，以备不时之需，可以做到一个及早治疗嘅方案嘅咁啦。多谢袁医生今日嘅分享。各位有啲急切性嘅问题，可以打以下呢个电话同阿袁医生预约会诊，电话号码系25773798。想查询翻有关尿剂或者其他健康产品，可以联络我哋六创意健康店，电话号码2882448。海外嘅听众亦可以透过 Skype 同阿袁医生做一个网上会诊，可以 email 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想重温翻我哋嘅节目，可以上翻我哋嘅网址www.sourcewadio.com。又或者上翻 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与你，就可以听翻我哋嘅节目啦。唔该晒你，袁医生，拜拜。多谢大家收听，拜拜。